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无复习校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242集的节目。今天是7月20号，我发了一个个人的一个动态啊。我的父亲呢，今天呢往生了啊，早上9点多的时候摔了一跤，然后因为伤到脑部的关系，那医生就是告诉我们说呢，即使是救回来的话，也会是植物人的状态。那家里面的话就是大家就是心里有数啊，那我们就放弃了这个急救，就让他老人家走了。那可能大家也很关心啊，这个动态发了之后呢，几百则的留言，大家希望呢我就节哀顺变啊，休息一下，这个影片的更新呢就缓一缓。不过呢我个人呢也本来有想过休息一阵子，但是后来想一想不对啊，这个我们活下来的人呢应该让自己呢活得更精彩啊，应该让过得更快乐一点啊，这样的话呢，我老爸走的话肯定比较安心一些，所以的话呢，我就一如既往的呢，跟大家来做变形金刚玩具的开箱，这个已经做了9年的频道，也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。那就请各位呢，跟我一同的呢，就陪我度过哈、这个 ，OK， 我失去这个父亲的第一个夜晚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不要特别哀伤啊，我还挑了一个红色的玩具，跟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晚上。它是赛博坦制的一个 Haro 啊，听好，它是 Haro 啊，是一个热破啊，并不是 Rodimus， 它还没有成为至尊啊，因为在赛博坦制里头的话呢 ，OP 是一直存在的。那么这个人物的话呢，最大的卖点呢是它的一个头雕做得非常的帅气，而这个眼珠子啊，不下数字的提过啊，这个是属于 MP10 的这种水蓝色，非常的漂亮啊。然后它这个脸上的话呢，这个白色的部分呢是涂漆涂上去的。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，中华影乐兄借的啊，涂的还算可以吧。这个下巴啊有棱有角的啊，那个嘴唇的话，我还是不下数字提过，我喜欢露脸人脸的变形金刚啊，这一款做的相当可以啊。胸口的话呢，这个火焰的文章呢也颇有意思的啊，波罗波的标志呢，还有不同的一个有鹅黄色跟这个暗黄色吧。那这个地方呢，看上去好像贴纸啊，其实不是，它是印上去的啊，挺别致的。腰身可以转动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手上啊有这个火焰的这个特效。那这个玩赛博坦制这个 Deluxe 等级好像很多都是主打这个特效。那它上面的话是这里是有个洞啊，但是的话呢，我在它身上的话好像找不太到这个可以插这个孔洞的位置啊。目前看一下呢，只能够就安插在这个地方，这两个洞啊，就是把它给扣上去。这个也是在车形态下的话，它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一个安装的一个方法。这个是火焰拳吗？还是这个？这个排气管喷出火啊，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啊。腰身可以动啊，然后手部的话呢，这个内部是个大球关啊。平举的话可以转到一定的角度，但是不能够完全的一个平举啊。那手肘的话呢，是直接取代了一个肘部的球关，就直接取代了这个球形手肘跟这个二头肌的转动。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拳头的话呢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结构了啊。对的，它的拳头也是可以转动的。但是呢，它这个玩具人形下最大的一个败笔就是这个门板手了啊。非常的巨大，也不晓得赛博坦制怎么会这个 Deluxe 等级的话，这款就做到这样子啊，稍微有点可惜了。脚的话倒是挺漂亮的啊，这个外白内收都有。那么这个膝盖的话呢，因为它变形的时候呢是要推进去的啊，变形的时候是要推进去，有时候呢你要完全拉出来的话呢，你不确定有没有拉出来，你就给它膝盖折90度啊，它就强迫呢把它整个都给抽出来了。脚踝的话有一个接地啊，你看这个脚这个地方。这个结构挺有意思的啊，变形的时候是往上推上去啊，这样子，这个脚踝的感觉其实还蛮稳固的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。轮胎的外围的话有蓝色的一个圈圈啊，对这个本身是血红色，不是血红色，就是鲜红色的一个这个 Haro 来讲的话呢，是一个蛮妙的一个点缀啊。那背包的话呢，就是比较大一些，侧边来看也是稍微有点累赘啊。以目前推Bumblebee、Optimus 还有这个 Haro 来讲。各方面来说的话，这款 Haro 可能就是长得帅而已，其他的各部分的话呢，其实是这3款里头呢，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普通的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，变形的话呢，也是比较没有那么亮眼的了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先把后面这地方给拉开来，然后后面这个部件把它给整个给挑平，再来的话呢，把它的话呢先给往前面整个往前面盖下来。到前面之后的话呢，再把两手臂呢透过这个这个支架的部分呢，把它往前面。往上面推上来，跟前方的这个部分件的话呢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。这个合并的话并不困难呢、这里 ，OK， 把它给扣上了。再来的话，把这一块原本的背包这个部分呢拉起来，然后呢往后面折过来。折过来之后呢，把它的一个你看到这个地方两侧是收进来的，你看这是有一个高低的一个感觉，放下来。然后呢把它给压到下方去。OK， 接下来的话呢，两腿的部分呢，先把这个脚掌的部分呢往上面推上来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推上来。再来啊，我会比较建议啊，先把腿给缩短啊，先把腿给缩短。那这个腿呢完全拉出来之后呢，要推进来的话呢，是要稍微花点力气的，整个给推进来。整个推进来的时候呢，是记得啊，是要把这个。 这里有一块凸啊，是要收到这个形状的下方去啊，这样的收进来，然后收进来之后呢，再给它做一个两腿的合并。我比较不建议你两腿合并之后再推，因为单脚推我觉得都要花一点力气，两脚合并之后再推的话呢，要花费更大的力气啊，个人觉得不是很理想。那么它的一个 Haro 的一个车形态呢，就算是。 啊，变形完成了啊！那我们先 test 一下它的一个滚动性啊，滚动性是没有什么问题啊，非常好，跑的速度也很快。然后呢，啊，它的一个特效键的话呢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也是有一个加分的。车型很帅是没有问题啊。先看一下这个排气管好了，你看这个地方啊，做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转折，再这样出去，而且它车是有一个角度斜出去的啊，所以一个造型的一个层次立体感还是非常好的。然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 ，OK。 这样一来的话呢，就更加有一个速度的感觉了。这个特效键的话呢，算是蛮大的一个加分点了。然后前方这个轮胎的话呢，因为有蓝色的光圈了，一个科技未来感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。然后这个地方并非是透明件啊，是这个黑色的一个塑胶而已。那上方的这个凹槽包标志呢，也不是热感贴纸啊，只是普通印上去而已啊。严格来说是后面这一段啊，稍微有点这个货真价实的烂尾了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脚掌这个地方整个露出来的。 其他的话倒是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，摆在桌上的话呢，大小尺寸呢就是比 Deluxe 等级要稍微比之前 Combined World Deluxe 等级稍微小一点点啊，确实也是比较小一点点了啊，比较小一点点了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跟各位分享这款赛博坦之的一个 Haro 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